1月1号晚，湖南卫视大型创意实境游戏秀《全员加速中》在新年开年之际迎来了本季完美收官。黄晓明、蔡少芬、TFBOYS、杜淳、贾乃亮的20名总决赛成员终于完成了终极加速挑战，也许是对节目的深深不舍。1月4号晚，大哥王俊凯特地在微博上感恩节目组，并抛出了自己与跟拍摄像和编导的加速合影。全员第一季收官了，这么多期节目的录制让我感受蛮多，不管是每次录制的雨中冲刺，还是工作人员的雨中试跑，大家都特别辛苦，非常感谢哥哥姐姐们对我们的照顾。最值得一说的还是我们三人组，我的跟拍摄像和编导，我们三个一起加速，一起奔跑，一起被抓，一起居中止箭，不知不觉就成了铁三角组合。下期我们有缘再见哦。此微博曝光后，小螃蟹们纷纷赶来围观为大哥点赞。全员加速中的大哥你很棒，2016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不管是受伤后筋疲力尽躺在地上，还是把获胜的机会让给队友，你都是那么完美那么讲义气的大哥，加油哦。芒果捞新闻跪求第二季3小时一定要在哦。报道。